长你好，你好，欢迎理事长莅临。那请理事长跟我们分享你们的画会的风格、成员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是中华武墨艺术发展学会的理事长庄一祖。我们是民国100年吧。什么时候创的我又忘了，反正十几年了啦。我们一开始，对，我们一开始是我的恩师李其茂老师跟那个胡念珠老师，他们等于是我们创会的最大的推手。那我们当时会创这个会，是我跟我的学生们，我们因为我们在能够画画之余，我们也想要做公益。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画学会，那我的两位恩师也非常的支持。那这一路上我们也都做了非常多的公益，帮助了非常多的弱势团体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画画之外得到最大的成就，能够为社会做一点微薄绵薄的贡献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理念，我们的理想这样。那今天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台鲁名家展第四届，我觉得看到这么多这人文荟萃，每个这么精湛的作品能够在同一个展厅出现，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艺术盛宴，所以我也非常荣幸受邀能够参加这么大型的一个联展，谢谢。